这是一款电子耳机，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操作啊。首先呢，把我模具准备好，然后呢，放上这个垫片儿，装进去，将样品放进去，啊，放置一勺，然后将样品捋匀，可以将另一个垫片搁上，装上牙杆，可以吧？以上完了，我们开始进行设置，分出设三个啊，出现 COCP、RCP， 按加键设置一，再冒点进入菜单，这是保压值，保压是15吨，我们把它设置低点。这是1吨就可以了，低于1吨可以保压，啊，这是到这儿停止，我们是20吨吧，不用设那么高。做个样子，设成10吨就可以了。看一下 ，ED 一定要设置0.0，这是延时，啊，越小越好。看一下 EDND， 再下冒点退出并保存，就设置好了。紧上发压挖耳第一步，然后按下启动按钮开始。啊，这到了10吨。啊，如果那个关，如果需要补压的话，可以用手动进行加压。啊，这可以再补点压，啊，这手动是起到起补压的作用，啊，我们要泄压呢，一定要先关掉这个按钮，然后松开放油阀杆，把压力释放为零，取出样品，然后套上涂膜套，把它撕掉，啊，把样品取出。